のシンガーとか歌手の方なんですけど、ジョシュンさんがあの多分私の極楽浄土を歌ってくださったという動画も見たんですけど、あのそれを見てすごく感動して、あの今度一緒に歌えたらいいななんて思ってます。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小美火了，哦，说错了，人家本来就很火，只不过是卷土重来而已。不仅如此，喜欢小美的朋友也是有福了呢。初舞台上线以后，她的演唱会也全面开启，可以说乘风的初舞台美伊利亚开了个足够精彩的场，为自己的演唱会实力打 call。 有了初舞台的成功，相信小美的演唱会一定会大卖。5月8日，小美发文称7日自己的演唱会也迎来了首日，接下来将会在台北、深圳、成都、重庆、北京、香港、上海，让我们在中国更多的地方见面。动态一出，这一点又给小美拉来不少好感。其次，好多网友喊话能不能加场，因为实在是抢不到票。还有一些不在演出地的网友也是马上介绍自己的家乡，盛情邀请小美考虑一下来自己的家乡开演唱会。可见如今小美多么受欢迎。不仅如此，过去看过小美演唱会的网友马上出来见证，说小美超级敬业，演唱会上接连6、7首唱跳歌曲，一点都不会敷衍，全开麦，还和粉丝们亲密互动。她可是全程穿着防水台高跟鞋啊，就单是这份敬业就值得大家点赞。因为出舞台后人气的直线飙升，小美也是被各种关注与深扒。她过去的一段采访记录被大家拿了出来，原来小美说21年就看过周深跳的《极乐净土》，表示非常感动，希望有机会合作。这视频一出，立刻响应一片。大家知道周深天籁之音啊，还能掌握各种技巧，如果他和小美合作，脑补一下都非常精彩呢。小美啊，你们快点安排吧，你真是提供了一个太好的建议呢。我们知道周深在2020年翻唱了《极乐净土》，也翻唱过其他爆款曲目，在 B 站也是经常破千万的播放量，感觉没有什么歌是他唱不了的呢。如果这两位一起，那反应绝对是冲击天灵盖的存在啊。还有网友更是干脆直接给出建议，给出歌单，希望他们俩来一首《铃芽之旅》呢。是啊，好的艺人都是彼此欣赏的，音乐是无国界的，两人都那么优秀，谁不期待他们合作给大家带来视听盛宴呢？作为日本流行音乐产业中的一股新势力，美伊利芽备受关注。近日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著名男歌手周深进行合作。据悉，美伊利芽对周深的音乐才华、创作才能和表演功力都非常赞赏，认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的结合将会非常完美。周深是一位能够兼具演唱和表演的优秀音乐人，他的独特音色和精湛的演唱技巧让他在中国乐坛独树一帜。而美伊利芽则是一位非常有灵性的歌手，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独特，灵动而温柔，因此经常被称为音乐上的天使，被观众们所喜爱。两位音乐人的合作一定是让人充满想象力的，两位音乐人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他们可以带来极具创新性的音乐想法和独特的音乐魅力。而在音乐风格方面，两位的音乐都有很强的旋律性，有着非常好的相容性，这也为他们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现在跨文化和跨界的音乐创作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音乐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更是可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音乐生态环境。美伊利芽和周深是两位音乐人中的佼佼者，二人的合作不仅有助不同文化交流的互通有无，还能够借此搭建一个原创音乐才华的平台，共同创造出更多的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影响更多观众的心灵。相信他们的合作一定会是一场音乐盛宴，为追求音乐的人们带来更多的欢乐。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